就这边的樱花也是掉的差不多了，今年该不会跟樱花无缘吧？都是这种半残状态。不过没关系，这边还有一颗茂密的，看这颗还是有一点。然后这次我们的区是这一区。小雨，刚才人家杜甫。为什么不去里面睡觉？安妮。这样，太挤了。我切一个给你。哦。这样，太普通了啦。为什么？快点，我也在等砧板啦。你这样就形状都长一样啦。我就是要它长一样。这个味儿就对了。来点好食粉。怎样的拉糊，一直结果，好烦。好烦。传统的厨法跟惩罚。够软了，够好，够软了。还有点鸡，我以为它有很多种啊。我点一个引火口味。它引火的味道是什么？但我觉得就只是一个香香的味道。啊，这次只有你们了，君娜他们没有。我这次有记得要带小点心，开心果。哎、欸，这个有壳，我可以吃比较久，因为我发现壳不好吃太快了，没有办法刹车，它没有办法让你的时间拉更长，刹不了车哎、欸。
哇，下面好油。不用煮，我觉得他们不够煮。可以啊，不用煮他们。吃这么长了，好了，吃菜喽。有数有数。哎，有料哎。帐篷应该够你们玩了，可以，够你们研究了。接下来就是扣这个，全部扣起来。根吧，我是拉着根啊，它里面那一根。那它会哦，它会粘，拉过会变粘，那就好了。就跟防水，那两个加油。收到婆婆爷寄来的柴炉，婆婆爷他们就是看到我上次开箱一个就是很便宜的柴炉，所以他就觉得说一定要试试看他们这个品质，烧起来的感觉一定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就给了我这个。它这个也是小小的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哦，就没有之前那个公差那么严重。之前那个公差，这个是用的我很生气，就是都需要敲敲打打让它扣起来。这个就连手套都不用戴。哎，它还有脚吗？它的门在这里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小小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这样，这样就煮好。然后还有一个调节火的，发现这个很重要，我要把它弄起来，这样就可以调整它出烟的这个口的大小，也可以调整火力，直接就可以扣上去，你就不用让它升到那么高。哦，快！再一个，欸，闪远一点呗，你要不用力了，手不要松开，不要松开，手不要放开哦。对，哦哦，上岸一之行。快的吗？哦，超明显。可以啊，但是你会有点累而已。不是，就是你要讲过啊。下次，看到后面发现那是冻豆腐，有点不太想冻豆腐。对，你可以吃的东西。过吧，先三口，不想吃。过吧。感觉都过，感觉都过。你看那画面，哈哈。我现在没有不好。不行，对，这没有不好。好，葫芦粉。把脚在一起，这也是一颗，这也是一颗啊！食堂耶！哎，我木瓜就挺好啊。那个啦，寿司的这个啦。干嘛？你现在用他们的东西吗？现在啊。我也觉得这颗应该是花生。猜一下，哪个是什么？
谁看得出来的？我觉得这是芝麻。花生。哎呦。恭喜你。啊就是、好久没有吃到这么甜的东西了。爽吗？好吃吗？幸福感爆。香吗？这是花生。今天会睡不着吧？花生。芝麻。这一颗。我再吃一颗，我觉得这颗是花生。来。哦，花生。我觉得抹茶蛮好吃的。嗯，香。抹茶好香。没有，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咬一个小洞？猜灯米。我觉得两个都是芝麻。猜灯米。猜灯米喽。好，那你出。抹。Bingo！ 好烂。Costco 闹鬼。就猜一句成语。成语啊。好事成双。鬼嘞。鬼嘞。事多闹鬼。笑到病鬼，那好事多呢？好事多嘞，因为都会少一个东西、啊，就是好事多魔，魔啊，魔鬼的魔吗？对，啊、好烂哦，也是猜成语，加油站打工的人手残，加油天醋 ，no， 那猜得到吗？差不多，不是我跟你讲过，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好，油腔滑调，哦，好冷、喔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四方方一块布，嘴和鼻子都盖住，两根带子耳上挂，不怕风沙，不怕病毒。口罩，口罩。太简单了。请问，被放鸽子的时候，谁会最开心？鸽子吗？为什么你知道？鲨鱼拍照为什么会昏倒？婚纱。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。婚纱。因为拍婚纱。我猜对了。也可以老师自己下去打，因为那都是额外收费，额、okay. 外算薪水贵、哦。多少？那你？刚刚甜的酱不是特别，没吃过。我收我忘了交货。我跟你讲，八条对不对？我受不了哎。好难吃。
给你加菜。你看这个是豆腐炒菇，豆皮炒黄瓜跟豆干。一般你要什么原因的？好，不用我妹。哦，收到单。把我丢在这边吧。拜拜。